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爱你们的小倩麦克，一个小小的建筑师，气质貌美如花，儿女聪明可爱，家庭幸福美满。而这一切，麦克都感受不到，因为他们中间横着一个最矛盾、最常见的小山。没错，那就是工作。为了工作，他错过了儿子的游泳比赛；为了工作，他答应为儿女打造的树屋荒废了好久；为了工作，他推迟了全家人的野餐计划。忙，太忙了，是麦克的口头禅和常用借口。 他的时间全部用来了跪舔上司、讨好甲方以及深夜加班。家人的失望、上司的批评、甲方的刁难，让麦克越来越不如意。尤其是当他想看电视，却拿着遥控器不小心打开玩具回去时，麦克的心情简直毙了狗。然而，万能遥控器的出现彻底拯救了麦克。麦克发现，从神秘老人手中免费拿到的遥控器，竟然还可以操控人声。它可以让狗狗的声音变大、变小。 或者静音，也可以让时间暂停，平复妻子的抱怨唠叨，甚至还可以切换人类的语言模式，调整肤色，把人变大、缩小、肥放、分屏等等。总之，你能想象到的一切可能，人生遥控器都可以满足。有了人生遥控器，麦克再也没有那些琐事带来的困扰了，生活非常高效。他用快进功能跳过了和家人一起聚餐的过程，也跳过了堵车、洗澡和老婆争吵。 等对他来说非常无聊的生活日常，深夜想来一发，很简单。人身遥控器让你完美的跳过漫长的前戏，从开始到结束，用时只需三分钟。人身遥控器不仅在生活中非常实用，在工作中也是个妥妥的神器。它让麦克在工作中如鱼得水，让时间暂停，给上司两个大嘴巴子，朝他脸上放屁，切换语言模式，知道日本客户的想法，拿下生意。凭借人身遥控器的帮助，麦克屏蔽了很多不愿意面对的事情，直接享受了。 工作成果，但同时他也错过了很多美好的事情。他不记得女儿的头发长了，不记得儿子看的什么动画片，就连家里的宠物狗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。在家人的眼里，他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夫妻关系也降到了冰点。当麦克终于感到后悔时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麦克习惯了快进的生活，当他想和妻子进行一次完整的爱爱时，时间却不受控制的使用了一分钟。为了不再快进，麦克不敢洗澡，不敢吵架，不敢开车上班。 但是他千烦万烦，人生却早已不受自己的掌控了。这次麦克一跳就来到了十年后，他虽然已经是超级大富豪，但身材走样，变成了大胖子。他艰难地拖着身躯从豪华别墅回到自己家，却发现儿女长大成人，自己完全认不出来。他们夫妻也已经离婚，家里还多了个隔壁老王，一切早已经物是人非。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这部电影的确脑洞很大，甚至在影片中间喜剧的模式大大减少了影片的说教性。 主角麦克最开始为了让家人快乐幸福才努力工作，但他却只注重结果而忘了其中的过程。心爱的人离开了自己，儿女的成长他也没有参与，甚至他还错过了父亲的逝世。人人遥控器听起来很万能，他只能快进不能倒退。人生并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成了永远的遗憾。生活在于选择，选择在于你。